怎么白了？平时都是怎么保养的？冬天到了，紫外线没那么强了，可不就白了吗？妮娜，太白金星是不是跟你关系不好啊？太白金星？是是是，你跟猪八戒关系最好了。我就好奇，如果福字要倒过来贴，那为什么不生产倒过来的福字？ You don't speak English? 英文不好，不好意思说。你这是哪儿的口音呢？福建的，福建老外。你喝分不分呐？怎么就不分呢？跟我发音。福建。福建。站飞呀！你好。你好，美女。哦，你这中文怎么这么好？可拉倒吧，你英文比我好，咱不用在这儿那个什么，互相吹捧啊。Damn。旁白哥爆爆非洲脸说北京腔300万人受惊，网红妮娜自曝男神喜欢她弟弟。我是妮娜，大家对我的第一印象应该是，嗨，这老外是中文是说的真不错呀。其实我是一名中非混血，虽然长得完全就不像中非混血。是几年亚比所混中国的妮娜，靠非洲五官说北京腔叱咤网络。我的真爱在哪里？看看看，真爱半夜哦，正好我还没睡的半夜在哪儿？究竟是在楼梯？好嘛，我家旁边可有这楼梯间，他在干嘛？见了，进了。这嗓门大，表情都放得开。妮娜抖音账号收了近300万粉丝啊！最受欢迎的内容有奇葩问答。既然我们人吃的食物最后都会变成粑粑，那为什么不直接吃粑粑呢？其实也没人禁止你，就看你个人意愿了。妮娜，孕妇打我算群殴吗？嗯，不算，另一个人只是旁观了。为什么长寿的都是老人？我们听，我们听。用 Apple Pencil 玩笔仙召唤出来的是不是乔布斯啊？也有可能是 Siri。 大海真的太恐怖了，当年泰坦尼克号出海的时候，我喉咙都喊哑了，不让他们出海，非但不听，居然还把我从电影院赶了出来。我们听，我们听。行，我最近发现儿子有个怪癖，老爱偷穿我的裙子跟丝袜，这个情况让我感到很是焦虑，但又不敢跟他明说，怕伤了他自尊心。哎，说到底都怪我这做父亲的不够称职。还是把儿子留给母亲吧，这样女装选择会多一些。结婚有什么好处？结婚的话好处还是挺多的，就比如说就是比如说，嗨，您是哪个国家人？我是中国的。他还有call out系列连线各路人马，超爆笑的啦。你的身份证，你要告诉我您是男同志是吗？你说话就是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跟我朋友会快一点，但是差不多吧。OK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你是哪里的？我也是混血。哦。我是比利时和中国的。中国哪里啊？东北那嘎子的。真的吗？必须。What the？ 哈哈哈！跟我发音。福建，福建，站飞呀！你好，你好，美女。哦，你这中文怎么这么好？可拉倒吧，你英文比我好，咱不用在这儿那个什么，互相吹捧啊。Damn。哎，26岁的妮娜有个弟弟秀哥，以姐为贵，跟着红。想问一下妮娜，对于弟弟比你更受男生欢迎这件事儿，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我非常难过，哎，我非常伤心。他嫉妒死我了。这事儿是真的，我之前觉得一个特好看的男生喜欢我弟弟。妮娜你好漂亮，非常喜欢你，想加一下你弟弟的微信，让我更好了解你。你就是想泡我弟弟吧？我拿。妮娜真大方，把好基因都留给了弟弟。弟弟也很大方，把智商都留给了我。男女娱乐新闻被圈粉了，不倒。今天谁先动的手？你为什么先动手？因为他被说话的不好，对不起。
爱兄弟爱吵架，互殴到痛哭和好过程吵抓嘛。没事吧？我帮你捶捶。嗯，好了吧，哥哥捶捶吧。对不起，哥哥。一点的感情都没有。重来一遍。大陆有对不应当爱吵架的双胞胎兄弟，哥哥叫贾西西，弟弟叫贾贝贝，妈妈负责记录两人的吵架日常。这两兄弟每天实战，长长不一样。我不该打架，但贾贝贝也不该破坏我的房子。对不起，哥哥，对不起。以后打不打仗了？打了。和不和好？和好。互不互相原谅？互相。拥抱一下。谁先动的手？谁先动的手？不能撒谎。我全是我干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但是我真的不能让你画画。我为什么不能画画？我也不喜欢让你画画。我就画画，画画，但是我……这两兄弟的综艺婚，十之八九估计是遗传爸妈。你要干嘛？写的作业呀？把这一滩屎拦行不行？尿前三个意思去啊！哎呀，这一学习就得苦一件，是不是？这回又咋的了？今天是算数学题，不是比苦啊！我承认，是我第一个找到火柴的，打我吧！妈妈，来来打你来！妈妈，别让我哥打我！啊，打你来，伸手！打我！打你来呀，伸手吧！打我！打我！你再踢你小弟啊一下，来，再踢你爸一下，来。为什么爸爸就这么重？臣妾做不到啊！当我开始学会做单笔，才发现你不知道这。哥，给我来个黑色灌顶。啊，再等我两分钟，一首歌的时间，把鸡蛋灌成饼。凌晨三点起来和面。走到这儿八点多一点。这个是啥呀？蛋饼一凉，真热吃啊！哎呦，不错哦。旁白哥抱抱，周杰伦复制人卖蛋饼，红到巡演北京，网搜挖呀挖，中国满地是人。不错，而且这身高，本人还是比较高一点。啊，本人还是比较高一点，瘦。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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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不错。不敢相信，全世界最像周杰伦的存在，不是他自己的蜡像啊！完美不完美？完美。完美。是河北小贩，绰号周炳伦，比周杰伦小三岁，因为长得像大明星，日前甚至红到巡演北京驻点。然后这边是排队拍照的，这边排队吃煎饼。北京也暴动了，人人想和炳伦合影留念。哎，微博、小红书举目皆是伦。和周杰伦五官堪比复制粘贴，一夜爆火，吸粉30多万，坚持摆摊不直播不带货。周炳伦，一个和周杰伦同脸不同命的中年大叔，从长相到神情都像极了沧桑版周董，但平行时空的两人却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活。每天一大早，炳伦就要一路向北驱车到千里之外的花海，最后到达我的地盘进行摆摊，再将昆蛋打在半道铁盒里，并用双节棍搅拌。顾客问炳伦第几张饼是他的，那必是饼的第七张，抹上不能说的秘密，笔锋浓转淡，再来一个反方向的卷饼，切一下便是断了的弦，放入导袋中。炳伦还会贴心地跟顾客说趁热吃，因为烟花易冷，灌饼易凉，做一个这样伟大的灌饼只需给他一首歌的时间。本来卖8块的灌饼，为了粉丝玩梗，毫不犹豫降低1块钱，只为爱在7元钱。好烦哦，有完没完啊。花谢花会在开哎，还没完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中国满地都是周杰伦呐、啊！怎么可能呢、啊？那你喜欢我吗？不是不能说的秘密啊！哇，周炳伦只是冰山一角啊！且让我们随着 AI 杰伦的歌声向下挖呀挖。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？用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？在
三立娱乐新闻。哎呦，不错哦，报道。跳科目三，全民中毒，连拉丁舞冠军都会跳。松哥无赖洗脑音乐配上一套超丝滑动作，科目三瞬间成为当前抖音最热门舞蹈，不论男女老少，甚至连世界拉丁舞冠军 Joanna Venus 都会跳。一句话证明你有玩抖音，学生丝滑舞步超魔性。科目三，你与我。跳吧，在 TikTok 拥有500,000追踪数的街舞老师国权，常发布一些搞笑影片，其中一句话证明你有玩抖音系列，更是迅速在网络爆红。同学，最近最火的歌是什么？星落下车。那什么？同学，星落下车有听过吗？花园谣，在小小的花里面花呀花呀花。花园谣。科目三。太假超过。一句话证明你会玩抖音，王甜心。王甜心，啊，没，没有，哦，王甜心，句话证明你有玩抖音，噔噔噔。我都听不出来。那首歌怎么跳？噔噔噔噔。对对对对对，求佛。你知道吗？我不会跳。现在讲我们会的吗？那你们会什么？一句话证明你有玩抖音。5678，单亲妈妈。5678，单亲妈妈。那5678，5678，不忠爸爸。一句话证明你有玩抖音，原神启动，厉害，有答出来哎。
选一句话证明你有玩抖音 City Bank。随机考试，这个随机考试，我这个没人，那边怎么考？哎，过关。